王一博的新采访来了。王一博，舞台造型的话还是根据歌曲的风格，日常的话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帽衫。是啊，每个舞台的穿搭与专业又极具美感与力量的舞蹈都会给人以震撼，期待一博更多的舞台。王一博，香奈儿的设计都非常的自由，而且面料穿起来都特别的舒服，平时在街舞里也可以穿搭。王一博，继续吧。看得出来，王一博并不在乎这些身份，而且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他说过，干一行就要爱一行，把事情做好是会被看见的。问你为什么对舞蹈格外痴迷，王一博，没有什么不同，然后就是喜欢，就是喜欢。这个夏天又能看到王一博与他热爱的街舞了。问演员这个身份对你来说还是有新鲜感的吗？王一博，不能说新鲜感，更多的是吸引，很吸引我，更想成为好的演员，更想去拍一些好的作品，好的角色。王一博，在饰演一个角色的时候，好的演员需要内心很干净，很专注，干净的内心。冰与火的导演傅东玉采访时说过，是王一博的执着，他眼神中的清澈和渴望，让导演觉得就是他了。干净与专注也是很多人被他所吸引的特质。王一博，我觉得我是在一个剧组里慢慢的跟演员对戏，慢慢的找这个角色，慢慢的进入角色的感觉。王一博，想做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，积极宣传与推动体育、消防安全、禁毒和环保，让更多人因为他的信息传递而关注到这些问题，让流量配得上正能量，便是王一博的选择。王一博，演员。王一博，好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一博只答了一个字，好，自己还笑了一下，果然还是个干脆利落的采访，不言辛苦，不惧挑战，专注并关心当下，认真做事的王一博一如既往的酷，喜欢的小伙伴们给个三连吧，欢迎关注，豆豆专注王一博作品、资讯与综艺，一起为正能量偶像打 call。